英国教会的敬仰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啊，真多谢王牧师的邀请，我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来到啊，大家这伫遮做伙来甲大家遮做伙来礼拜，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啊，我是王牧师，伫今仔日温哥华牧会的时阵的会友。啊，当王牧师伫温哥华咧牧会的时阵，伊真鼓励我读信仰方面的册，啊，我愈读也就愈有兴趣，然后感受着上帝的好调。继续去读神学院，然后毕业无悔。到即摆，我对一直真感谢王牧师对我的关怀甲鼓励。也求上帝引导教会的正人姊妹，会当伫王牧师的带领的下面，会当彼此相听，做伙同工，将上帝的听来分享到教会的社区甲附近的厝边。这是我邀请大家做伙来做一个祈祷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堂的天父，我求你将你的光所带来的真理照入去我的心，让我看到你丰盛的礼物。求你的信心调整我，让我会当做你的脚步来行。我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今仔日所活的社会是一个科技真进步、医疗甲各方面拢真进步的一个社会。伫电视广告，咱常常拢会看到有寡新的消息、新的产品、新闻报纸、网络顶面，拢常常拢会看到新的药啊、新的健康食品、新的医疗的技术等等。咱的社会互咱人的观念就是，科学的进步、医疗的进步，会当帮助咱的生活过了更加好些。真侪时阵是安尼无毋对，总是有时阵咱脑壳里有只物白条的，咱家己毋知影。科技、科学、新的医疗的技术，会当帮助咱的生活过了较好。总是咱的心灵无拄拄，会因为这科学、这科技的进步，过了更加快乐。社会上真侪人有忧郁症，社会上真侪人过了无快乐，真侪人的心内也无拄拄有平安。事实上，人甲人的关系，常常会影响着咱的身体，常常会影响着咱的心灵的健康。如果咱甲别人的心内有这个结，安尼透袂开，咱就真容易紧张。有时阵，咱也会真郁卒，心内无快乐，心内无平安。不是干人甲人的关系尔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搁较会影响着咱心灵的健康。如果咱甲上帝的关系若真在，咱就真容易来面对人生的这风雨。你像咱像咱台湾话一个俗语所讲的，树头若徛好栽，就毋惊树尾做风台。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经节，是一个朋友甲朋友中间互相关怀的一个故事。这嘛是一个上帝从天显明伫咱中间的一个故事。伫这个故事，耶稣用伊的话，甲伊伫的这个大观念来教示众人，互众人知影讲因的身体。心灵的健康，不是只有遵守律法、遵守这些规定尔。一个人的身体、心灵的健康，也甲伊甲别人的关系、甲上帝的关系，有真大的这个关联。今仔日咱读的圣经是伫马可福音的第二章。马可福音甲其他的福音书甲无同款的所在，就是马可福音并无讲到耶稣的出世。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始，除了惊洗礼约翰以外，咱马上看到已经大汉的耶稣，耶稣受洗礼，呼召伊的学生，然后咱也看到耶稣行真侪的这个神迹。伫马可福音的第一章，咱看到耶稣医治真侪患病，将青盲也医好好，也赶鬼，真侪患病人想要来找耶稣来得着医治。伊所宣讲的真理也吸引真侪人来听。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经节，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二章。当耶稣转来到加比农这个所在的时阵，这个消息真紧就传出去，然后真侪人就走来，想要听伊讲的，找求医治。真正会当讲是人山人海。圣经安尼甲咱讲，讲真侪人伫遐聚集，甚至连空地门口也拢总是人。你会当想象讲，伫一个厝的内面，真侪群众将耶稣围起来，人山人海，拢无空位，真侪人阁真想要入来，总是已经拢无位啊。外面的人嘛无法度去入来。啊，
啊，伫遐创咧讲道的时阵，发生一个真互人讶异的一个代志。有一个变衰的人，互四个人安尼跟来，这四个人想要叫耶稣来医好这个变衰的人，但是因无法度行进前，啊，因想来想去，唯一的方式就是架厝顶，对厝顶挖空，然后将因的朋友用绳啊安尼对落去。如果你若伫现场，你嘛会当看到讲，厝顶互人挖开，然后听到这个挖空的声音，啊，真侪安尼会挖沙安尼压落来。你嘛当看到这个变水的人，和伊的朋友用锁啊安尼堆落去，对伊的眼神，你会当看到讲伊真期待，会当得到伊。当耶稣在讲道的时阵，伊看到这四个人为着因的朋友用真侪气力站厝顶用锁啊，就是要让因的朋友来得到医好。耶稣看到因的信心，伊真感动，用怜悯的口气，甲这个变水的人讲。细囝，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。但是当耶稣讲完了无偌久，几人的经学教师伫遐开始议论，伫遐咧讲，讲啊，这个人哪会啊敢安尼讲的？伊哪会当替上帝来赦免人呢？伊安尼是咧滥伤上帝。除了上帝以外，无人会当赦免人的罪。而且咱看到两种无同款的人，第一种就是这经学教师，另外一种就是这四个朋友。这个经学教师是如何甲经典方面的专家？因真了解这读过的艺术是啥物？因会当对头到尾，可能拢有咱都背落来。但是因常常照字面上的意思去解释，因袂记得用听，袂记得用怜悯的心来看代志。除了这经学教师以外，咱嘛看到这四个朋友，这四个人真正是徛伫听、关心的角度，来为着这个变衰的人伫遐来想。这四个朋友真正想要因的朋友会当得到医治，亲像正常的人同款，会当行路。因为因真正关心，所以因拼命要将因的朋友带来到耶稣的面头前，甚至破坏别人的厝顶，花钱正欢喜，伊拢不要紧。这四个朋友将朋友之间的这款的友谊安尼展现出来。真正的朋友就是愿意替因的朋友加行真理的路。印度已经过身的一个德雷莎修女 Mother Teresa 也安尼讲过，伊讲孤单甲冷淡就是现代社会的态度呢。什么人愿意承认家己是得着泰戈的？伫古早时代，如果你若得着泰戈病，就表示你爱甲整个社会安尼分开。除了忍受看病的这些艰苦以外，佫真少人会伫遐来关心，真少人会来甲你关怀。总是咱今日个社会，虽然医疗科技已经真进步，真侪过去无药医的即款的病，已经拢有法度医好。总是今日个社会，并无因为安尼增加佫较侪的这些关怀。如果咱注意看咱的社会，咱会发现其实咱社会上吼真侪。真侪人真孤单，真侪人需要人关心，真侪人需要听。真侪咱伫新闻报纸看到遮个悲剧，如果详细来想，真侪拢是因为受到的关心无够，才会发生即款的悲剧。啊，咱的朋友中间，嘛有可能有人真孤单，或者是需要帮助。真正友谊就是当你的朋友有需要的时阵。愿意用精神，愿意用几日时间，甲因伫个伸出帮助的手。咱中央可能有人看过一本册，叫做《入子团契》。啊，这本册作者叫做 John Osborne 奥伯。伫伊个册内面，伊安尼写，伊讲一日有24点钟，你会当透过几日百万种无同款的方式，伫咱的家庭、伫咱的社区、伫咱的教会、伫咱的亲人朋友。在咱所住的城市中间，伫遐来做，你到我，若是将这个世界会当撒向上帝的平安的迄边，就是让这个世界离开上帝的平安搁较远。啊，这本册内面有一句话安尼讲，讲如果咱若彼此相听，就是伫咱的中间看到上帝的面，伫咱的中间。亲爱教会弟兄姊妹。教会的存在是要将耶稣基督的疼传出去，
咱真做上帝所差遣教会的一份子，就爱亲像圣经，而且咱所看到这四个朋友同款，来帮助咱的社区，来帮助咱四周围需要关心，即个有孤单、即个患病或者是弱势的即个族群，来服伊，然后机会会当得到上帝的听。我毋知讲，咱是就上过一挂真有创意的即款的方式，就咱亲像这四个朋友同款。会当对厝顶安尼乌空来，互咱的社会、互咱的教会、互咱的社区，会当来得到上帝的听。啊，教会是毋是嘛会当试看嘛，跳脱咱的传统的这款的框架去思考，来互真侪社会上的这上乡人嘛有机会会当来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有可能需要调整咱家己，有可能需要用无同款的方式去思考，调整可能嘛真。有一段时间的这块的阵痛期，这四个朋友为着要让伊变水的朋友会当得到医治，因将厝顶乌空重新做啊溃烂，来将因的朋友用绳子安尼绑落去，让耶稣看到，让因的朋友来得到上帝的听。但款的教会如果若要传福音，将上帝的听带来附近的社区，伫硬体的方面，或者他们会当调整。不一定是讲爱拆厝顶，总是教会建筑物的空间，或者咱思考要安怎来重新来利用。伫软体的部分，整个组织这款的架构嘛，可能会当调整来改变，来让整个安尼组织会当动起来。每一个调整拢有可能需要提升，就咱亲像这四个朋友将厝顶安尼拆掉同款，这可能会用到真侪的资源。总是如果因为安尼，会当服务较侪人。来得到耶稣的听，这就是一个好的条件。圣经安尼甲咱讲，讲这四个朋友愿意安尼去做，因甘愿破坏厝顶，也要让这个变水的人会当有这个机会来得到医治。因所做的也无变做空，因为耶稣马上让这个变水的人来得到医治。上帝给咱的使命就是真做给上帝使用的器皿。来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，来将听带予四周围的人。如果咱若彼此相听，咱就看见上帝的面容伫咱的中间。伫《入职团契》这本册内面有讲着一个故事，啊，这是一个叫做 Teddy 的一个查甫囡仔的一个故事。啊，这个囡仔是迄种的，同学邀请去参加舞会、参加这活动的一个囡仔。大部分的时阵，伊拢坐伫椅仔顶，伊看起来真无精神。除非有必要，伊才会开嘴讲话，而且讲的拢是真简单的话，甚至连简单的流程嘛讲唔对，看起来真无信心。伊也穿了真凊彩，伫学校无人会特别注意到伊。每一摆老师咧改作业的时阵，拢真简单，无需要用真侪精神，因为伊大部分拢写唔对。真简单，就当给伊一个真简单的分数，就是无及格的分数。啊，其实伊的情况，伊的老师拢知影，因为伊过去的成绩单内底拢有写的。小学第一年的时阵，伊的成绩单安尼写，伊讲 Kitty 是一个真乖的查甫囡仔，前途真好，总是家庭的环境无好。第二年的成绩单安尼写 ，Kitty 伊真少讲话，个性真怪，啊妈妈看病真严重。第三年。Kitty 的学习在旁边差别真多，妈妈过身，爸爸拢无咧插伊。第四年 ，Kitty 的成绩方面真歹，实在是无救了。爸爸搬走 ，Kitty 甲伊的阿姨住做伙，伊的情绪真无稳定。有一年圣诞节的进程，所有囡仔将礼物拢带来到学校，要送给老师。啊，每一个学生送的礼物拢经过特别的安尼包装。除了 Kitty 的礼物以外 ，Kitty 送给老师的是放伫一个牛皮纸袋仔内面，啊，顶面安尼写讲送给汤普森老师。啊，老师将每一个人的礼物呢摕出来，给全班的人欣赏。啊，当老师将 Kitty 的礼物摕出来的时阵，伊看到一个用假的珍珠安尼穿起来的这个手环，大部分的珍珠拢无去啊。啊！伊另外去看到一个一寡已经差不多拢空空的香水，啊！其他囡仔看到拢大家咧笑。
不过这个老师无去管其他个囡仔，伊将这个手环啊摕起来，互全班安尼看。伊讲恁大家看，这个手环啊真好看，是毋是？啊，这个香水嘛实在是真香。下课了，凯蒂来到老师的边啊，甲伊个老师讲讲，汤普森老师，你介意我给你个礼物，我真欢喜。啊，凯蒂伫遐细声安尼讲，讲这个香水是我的妈妈留下来给我的。你规工拢有我妈妈的这个香水的味，啊，佮有伊个手环啊，看伊，你个手看起来是真好看。凯蒂离开了后，汤普森老师伫遐开始咧大声咧吼。伊求上帝的赦免，伊求上帝的帮助，予伊会当用搁较侪的疼心来帮助这个需要人关心的这个囡仔。啊，隔天上课的时阵，汤普森老师已经就安尼改变，伊特别用真心帮助这成绩是真好的这个囡仔，特别是用时间伫凯蒂的顶面。学期结束了后，凯蒂的成绩应该其他学生差不多啊，甚至比。真侪考到比其他学生都较好。然后几啊年了后，凯蒂对小学毕业进入中学，啊，汤普森老师有一阵仔拢无接到伊个消息。啊，忽然间有一天，伊接到一张批，啊，批内面安尼写，伊讲：“亲爱的汤普森老师，我要对高中毕业，我是全班的第一名，我希望你是第一个知影这个消息的人。”啊，佫过四年了后，这個、老师佫收到一张批。亲爱的汤普森老师，我要对大学毕业是全班的第一名，我希望你是第一个知影这个消息的人。大学的上课真有挑战，不过我真喜欢。然后对安尼个四年过去，这老师佫收到一张批。亲爱的汤普森老师，我希望你是第一个接到这个消息的人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的身份就是体质医生，我邀请你来参加我今年七月份的婚礼。坐伫我妈妈的位，因为我的爸爸已经过身，即摆你是我上亲近的亲人。当凯蒂还是一个细汉囡仔的时阵，汤普森老师伊愿意用真多的疼心，用真心时间来带这个凯蒂，也因为伊的疼心改变凯蒂的一生。同款的，如果咱也愿意用心分享上帝给咱的疼。咱会发现上帝伫咱咧付出的中间，也亲身逐工来感动人，真侪真水的故事就安尼发生伫咱的中间。只要彼此相听，咱就会看到上帝的面伫咱的中间。伫咱今仔日的圣经经节，当耶稣看见失事的朋友愿意加行一里的路，来为着要给伊的朋友，这个变衰的朋友来得到美好的时阵。甚至连破坏的树枝也拢无要紧的时阵，耶稣对因互相之间的这款的疼心，而且一定真大的感动。耶稣宣告这个变衰的人的罪，一定赦免，而且嘛医好伊的这个病。耶稣伊安尼做，毋是无任何的代价。耶稣知影讲伊安尼做会有啥物款的结果。伫今仔咱所读的圣经，咱看到我今甲教书。对耶稣所做的是真同意，因无认为讲耶稣是上帝的子，所以因认为讲耶稣所做的是人参上帝的名。在犹太人的社会，人参上帝的名是真严重的代志。在福音书内面，咱嘛看到讲耶稣因为疼，伊伫安息日，伊是有需要的人，伊甲社会上的这些宋乡人做伙，伊也甲外邦人做伙，总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对伊是真反感。甚至想要甲杀伊。耶稣知影讲，伊所做的这些一切的代价，总是伊用疼做伊的中心。伊一步一步行向死里边，因为伊疼咱每一个人。耶稣捌讲过，讲人为着朋友献性命，疼无比这个搁较大嘞。这款的疼是耶稣教是咱要来去疼的疼，就是朋友之间互相相疼。这嘛是有风险的听，对这四个朋友来讲，因需要从厝顶挖空，可能爱食官司，可能爱去关，爱回收你厝顶的钱，总是人的性命比这的拢更加要紧。对耶稣来讲，伊看到咱人的需要，甲软弱，伊为着要请做咱的朋友，愿意牺牲家己的性命。
人为着朋友献性命，痛无比这个搁较大。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真做上帝福音的使者，将上帝的痛分享出去，予真侪人有机会会当得着上帝的痛。如果咱彼此相听，咱就会看到上帝的面容在咱的中间。咱三个做伙做一个祈祷。稳定满满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差遣你的儿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伊为着要真做我的朋友，伊愿意献上家己的性命来予我得着对你遐来的稳定。我也求你帮助我，予我会当真做予你使用的器皿，来予真侪人会当得着你满满的疼，性命也会当搁较丰盛，得着改变。我也求你帮助我，会当予我彼此相疼，彼此鼓励。彼此关心，我这个教会真多因公义的教会，我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